朗朗和吉娜真的是太甜了，相信很多看过《幸福三重奏二》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。吉娜和朗朗两人在节目中感情也是好得不得了，整天腻歪在一起，吉娜简直就是朗朗行走的人形挂件了。近日有媒体拍到朗朗与妻子吉娜一起盛装出席了国外一场艺术晚会，从拍到的照片来看，朗朗脸盘圆润，看起来似乎有点中年发福，而吉娜则是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整个人的气质都非常端着优雅。拍到的照片中，朗朗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略显一丝随意，而吉娜则是打扮得十分精致，一条红色的紧身深 V 领裙，不仅大秀事业线，腰部更是被勾勒的一明一握，身材曲线十分完美。最近吉娜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去参加时装周的照片，吉娜当天打扮时髦靓丽，黑色紧身吊带裙搭配腰封，完美勾勒出了她的性感好身材，前凸后翘腰之纤细曲线完美的堪比漫画人物，而且她的颜值极高，美貌不输圈内女明星。